我記得有一次咧，咁啊有一 pair 男女喺我背脊經過，跟住之後過咗之後咧，嗰、那個女仔就話：咦，得意喎！跟住個男仔講：唔係啊，陳欣能啊。2004年系古希腊宙斯神话照片，呢个手位咧已经全身队长接过阵，古希腊嘅事实表现咧系受人欢迎世人嚟到。其实德尼尔就系因为入商台嘅时候咁啊做节目，咁啊唔知点解嗰个年代就电台入边都有好多艺名嘅人噶嘛，不如就谂啊，不如人哋整个艺名，我就整个艺名啦咁。其实自己求学时期嘅话，自己中意打篮球嘅，咁我嘅模仿对象咧就系奥尼尔。咁奧尼爾就叫奧尼爾，咁所以咧我就叫自己做丹尼爾咯。即係好多人都話覺得我講嘢有趣，但係其實就如果識我嘅朋友咧，就知道我唔係朋友圈當中最有趣嘅人嚟嘅。我就係人哋俾錢我去翻份工，咁我份工咧就係用我把口去留住啲觀眾唔好熄機嘅啫。每次遇到啲異數嘅嘢咧，我係興奮嘅。因為長車都係咁噶啦，朝未起步咁啊，跟住之後咪跑，跑過305公里，跟住之後咪完咯。咁所以當佢出現咗呢個狀況嘅時候，喂，好過癮啊！你而家冇嘢講喎，畫面冇嘢喎，淨係影住啲車房嘅呢條友 A 軍同 B 軍。咁究竟點樣淨係影住條友冇 action 嘅情況之下，我可以講到 A 軍同 B 軍嘅恩怨咧？跟住 C 軍同 C 車房嘅時候，佢而家最新發生啲咩事咧？呢、這個時候咪就係我發揮最大作用嘅時候咯。首先咧就多謝你嘅讚美，但係我又不敢承認嘅嚇，亦都唔敢當嚇，呢個係真嘅。因為我諗伍仿榮係佢嚴格嚟講唔係評述，但係佢開創咗新聞報導嘅斬鬼先河。打波子，場內有49粒波子，打出25粒出界就係勝利。呢名代表連揸波子嘅手法亦都唔正確，打完仲好滿意自己表現。貴神又好啦，跟住阿林尚義又好啦，我會選擇相信係其實佢哋都係做翻自己，因為你平常如果你唔係做自己嘅話咧，你好痛苦噶，即係你講一場波1.9小時，即係對住個 mon 嘅啫喎，然後自己好興奮咁，我依家家家啲都望住你啊，你都會岌頭啊、擰頭啊、點頭啊、眨眼啊，諸如此類有反應啊嘛，大家有交流噶嘛，我最 enjoy 嘅就係呢個 moment。我可唔可以食得應咧？你可以想象到我個腦喺度運算緊、計算緊、計算緊、計算緊，但係我同時喺度講緊嘢，我就好 enjoy 呢個 moment 啊！咁唔係次次都做到，咁做到嘅時候會好開心嘅，做唔到嘅時候我會鞭打自己嘅內心，即係唔係真係喺度鞭嘅啦。嗱，講得行啲咧，所有前輩都係我嘅目標嚟嘅。咁但係呢句唔係行，係出自真心。何守信。何必師傅，他教曉我怎樣做一個莊諧並重的主持。何必師傅亦都教曉我坐得埋你一起開咪，平起平坐，咁高咁大，唔好怯。另外仲有啲師傅嘅，即係譬如何靖光，咁佢當然就教曉咗我，就喺電台廣播，將一個你見到嘅嘢，然後喺電台栩栩如生咁樣講出嚟。有一句说话咧，其实都睇翻嚟嘅啫，唔系出自我自己把口嘅。讲者无心，听者发愤，就系评述员唔好睇小你自己嘅每一句说话咯。真系喺我嘅苏花嘅职业生涯当中，其实遇过好多嘅体育迷，佢哋会自己 DM 我，然后将佢嘅故仔同我分享。有一啲系我同我妈咪喺医院。是你在電視的評述陪住他走過最後一段路，有些是因為你的評述令到我和我爹哋更加 close， 因為有大家的共同興趣，這些是我想都沒想過，因為當你對著個 mon 講嘢的時候，其實你 feel 不到外面世界，你完全不知道做什麼，所以我很 appreciate 有這些故事發生在我身上，我覺得是我三生收到，這個我想是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挺重要的得着。五彩虹队一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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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步，咁啊见到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就系平治嘅咸美顿呢度已经俾咧就系阿韦斯塔本咧就系夹埋，
咁啊，暂时咧都依然咧就系呢一个嘅韦少带住，咁啊揈开佢唔俾佢食气流，但系然后有机会平牌，咁啊见到咸美顿后边追住咧食埋气流啦，跟住出翻到嚟咧就系 Woodcock 咧已经咧就系抽过嚟佢嘅右手边，另外想揈开叫中咗落当炒车啊！慢镜头再睇一次，就系呢一下啦，咸美顿推左走右啊，咁啊呢下都相当之系隐蔽嘅。2015年 MotoGP 阿根廷站比赛，罗斯后面咧就系追住马昆斯啊，咁一个快速转向嘅弯道咧就系4号同5号弯啊，咁入到嚟之后咧，罗斯涉咗个内档，马昆斯唔敢挨埋去，结果咧就喺后面跟住，咁后碌咧就啄住咧就系前面前碌，跟住有碰撞，动翻只架车之后，跟住一出扫到马昆斯，咁不过个人冇事啊，咁起翻身咧应该位，咁啊蹬一蹬之后执咗得翻架车啦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丹尼尔啊，欢迎嚟到雁飞路球场咧收睇呢一场利捻对住曼九嘅，唔好介意啊，因為我哋有共同嘅敵人，就係呢一個曼城，咁所以咧我哋大和解咗噶啦。咁啊，著住紅衫嘅咧就係利物浦啊，咁啊有我最愛嘅球隊，咁啊中間見到咧法賓奴啊，係咪發緊夢咧？叫完左再叫右，再叫左再叫左，然後先至揾到咧就太后高，再交上皮俾呢一邊咧，結果咧就係越左衞嘅文尼啊，咁啊佢話搞乜鬼嘢啊，咁啊結果就決定轉會啦，唔搞咁多啦。咁嚟到開波10分鐘嘅時候咧，曼聯咧另外一邊亦都有攻勢㗎，咁啊跟住交俾咧就係準備見到斯朗拿度啦，咁啊已經咧就喺度㗎啦喎，咁啊斯朗去到成40歲人，佢啊腹肌啊，咁啊都比好多18、22嘅男仔咧係要強要勁啊，咁啊直接咧係令人咧真係流曬口水，全身濕曬，咁啊咁樣個波出唔出到俾佢咧？出唔到啊，因為有雲迪克喺度，咁啊一個解圍之後咧，個波咧就送翻過嚟，又俾咧就係中場嘅法賓奴，咁啊呢啲嘅即係雙雄會嘅大戰，最終會鹿死誰手咧？咁啊睇埋咧就係泰阿高呢一個波殺到入去禁區又腳射，居然過唔到啊守門員，但係保中，咁啊全靠咩咧？就係有殺啦！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出色的跳水运动员啊，咁啊呢一下咧就系塔沙鱼嘅表演啊，犀利啊！你睇下场边嘅教练咧，睇到咧冇眼睇啊，咁啊见佢咧就系接合即系相当之好啦，打开嘅时候咧，亦都就系同个水面咧系啱啱好咧成180度，你睇下佢一抱膝啦，跟住之后只脚又唔合，然后膝头哥亦都冇拉直啦，脚尖亦都冇，搭到翻落嚟嘅时候都知扑街噶啦，跟住咁样，咁啊，结果咧，佢个背脊咧应该唔需要揾物理治疗师，同埋唔需要去做呢一个嘅拔罐咧，都成身红晒。咁啊，而分数方面咧，亦都创出咧就系历来嘅新高啦，亦都系火星上面嘅新低嘅。咁啊，就系全部咧都系0.0分嘅。咁啊，至于咧就系另外一朋友方面咧，可唔可以比佢更加劲咧？咁啊，系超出去到太阳系，咁就睇下今次嘅表演啦。咁啊，今次咧就弹跳相当之 OK 咧，但系就跣脚，哇！呢个招亦都系正话咧，呢180度水平咁样咧就系入呢一个水，而呢一个咧就系调翻。转头咧就系佢好决定咧，你正话180度啊，我今次就我要45度嘅角度咧系插入去，咁啊今次系咩咧就伤膝啦，咁啊因为佢膝头哥后边嘅韧带咧随时因为咁样而系扭亲嘅，咁啊而夹埋之后咧就变成咗咧就一套孖宝啦，嗱你有180度，我有咧就系135度，其实都唔容易噶，大家再买咧就系同一个颜色嘅系泳裤啦，亦都咧就系嚟自咧就系东南亚嘅儿女，咁啊所以咧佢哋可以话喺呢一个嘅系按摩池当中咧系识。英雄重英雄嘅呢份礼物就系我自己第一次去 Suzuka， 即系去日本嘅零六赛道嘅时候啦，然后就系自己亲手买嘅。呢个就麦拿伦车队啦，咁佢有一啲经典嘅战车，然后做咗一个 series 嘅 pins 咁样。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，就系阿咸美顿2008年成为咗世界冠军嘅时候嗰架车。呢个得一个嘅啫，我都冇买多噶啦，系交俾你啦。